即系话地事啊！我哋见过长啲走咁样七七八八，谂住去货仓攞啲走啦，点翻嚟啲差耐晒度啦？亲你自己啊！个场卖咗毒龟咁耐都冇事，你两个一嚟到就濑嘢，仲唔系卧底？不入去！醒翻，不过就完全认唔到人。医生话佢伤咗脑部神经，不过以后就会痴痴埋。我俾咗佢，又轮到佢俾人以为佢卧底，唔关你事嘅。发生呢事，边个都唔信。我真系对唔住，我真系冇底。有冇料查卓海？你俾多少少时间我，阿姨揾紧你要翻嚟噶啦。我听得太多呢啲咁嘅说话啦，最后咩点啊？都系要 close file， 我唔会再等噶啦。仲有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已经将你 case 列为 no further action， 你唔使再跟卓海啦，你要跟嘅系呢 case。高 Sir， 阿姨打嚟啦。点阿姨？尤大富嘅遗物嗰度揾唔到证据？唔好意思啊 ，Madam， 我查过啦，啲证物冇可疑。点解会咁噶？咁张 SD 卡咧？警方话张卡里面咩都冇啊！我为咗单 case 扑心扑命，阿头一句话冇料到就 close file。咁其实我哋查咗咁耐都冇料到，会唔会嗰个卓海可能真系冇嘢咧？冇嘢，冇嘢佢就唔会把部机度偷听啦。仲有啊，塔沙啲证物冇理由一啲证据都揾唔到，仲有张 SD 卡咩都冇嘅，冇理由噶。喂，你话会唔会有人做手脚啦？你意思系有人换咗张 SD 卡？边有咁易啊？你都拍戏咩？你都知噶，攞证物要有好多程序噶嘛。其实我好唔忿气噶，点解嗰啲有问题嘅人，因为我哋冇证据指证佢哋，可以俾佢哋逍遥法外啊？咁你又唔使咁罗气，你知啦，呢衰人我哋永远都捉唔晒噶，咁都系打份工啫。咁你咁罗气好伤心噶嘛？的士，我兜埋你啊！唔使啦，我自己翻去得啦。你呀，唔好谂咁多啦，早啲瞓啦。好啦，咁你都小心啲啦。嗯，拜拜，拜拜。其实如果张卡如果唔系烧得好烂嘅话，正常可以搵到部分资料嘅。但系帮你开过啦，入面乜都冇。但系呢份系你哋警方俾我哋嘅重要证物嚟嘅，份 report 只系话入边啲资料修复唔到，而唔系话入边咩资料都冇。咁我就唔系好清楚啦。原先系另外一个同事 follow， 不过佢已经 quit 咗。OK， 麻烦晒师兄，我明噶啦。唔使。
度查紧，你喺差馆搞啲乜嘢？我推到你上呢个位，就要你帮我解决问题。你即刻帮我搞掂佢。康 Sir， 当年我俾你嗰段录音就系呢段，你系听咗呢段录音先至会死嘅，系我害死你系咪？是我啊，查成点啊 ？Sorry 啊，我谂你会失望咯。你唔系又话查咁耐咩查唔到啊？系因为卓 Sir 太干净，冇你想象中咁差。落嚟睇下。卓 Sir 当差15年，个底完全冇花过。他的師傅是人稱好好先生的郭學華總警司，大概在4年前入了 CIB 跟康 Sir， 他私底下跟康 Sir 都很 friend， 康 Sir 臨死之前都有找過他，不過他們未見面，康 Sir 就死了。跟康 Sir friend 的人應該不會太差吧？很難說，好人好者怎會被 ICAC 查，一定有問題。但如果他跟黑社會有關，找我們做煙幕的，上次我跌落樓他連命都不要地撲出來救我。一个都唔可以有事啊！你点解释？你唔觉得好多嘢都好古怪嘅咩？佢话康 Sir 部电脑坏咗，叫我哋帮手搵翻啲 U C。讲真啦，都咁耐啦，咩整翻好啦啩？啊，咁又系。总之我唔理佢身有冇事啦，一搞掂呢单 case， 我要佢即刻帮我复职。可能卓 Sir 有嘢唔想同我哋讲咧，算啦，唔好估啦，我走啦。喂，啊！卓 Sir 同爆尸，你都要小心啲，尤其是系爆尸，你知道搞毒嗰啲人几狠噶啦。我唔想就咁冇咗个 partner。大家咁话，点啊 ，Rose 姐，爽唔爽啊？好爽啊，好正啊！啊，你不愧真系有上嚟3个阿妈嘅真传啊！使乜讲？人哋話咧，要箍住男人嘅心咧，就叫箍住佢個胃；計我話咧，要箍住男人啊，最緊要就手骨夠正。如果唔係啊，嗰啲麻甩佬啊，做咩使成20,000一年走去揼骨啊？你都話法，如果釘姐有上嚟3个真傳嘅話，今次爆屍啊，插翼難飛。梗係攞咩啊你？釘姐，你係我哋3个湊大㗎，你諗咩唔通我哋唔知咩？初初睇下爆屍咧。好似衰衰格格咁啊！而家睇下睇下又几顺眼，仲有一样嘢，佢醒目，佢识得松张俾我哋，又唔敢赢我哋咁多钱。最紧要咧就系够靓仔啊嘛！嗱，有咩头晕身庆啊，食唔落饭咁，望到佢都食多碗啦，系咪？你有吉文婆，全部有命啊！你哋3个啦，讲咁多嘢，得住你哋把口。好明仔啊！嘈嘈嘈，咁得闲嘅。而家就 like 同 subscribe TVB USA 嘅官方频道，就可以即时收睇更多嘅节目精华片段啦。